地球上还有很多的禁区啊，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就是我们人类自己所创造或导致的，包括了什么呢？英国的怀特绅士俱乐部，还有梵蒂冈的这个秘密档案馆，以及呢俄罗斯的神秘地铁，包含我们现在台湾人住在去的日本当地的这个伊势神宫啊等等的地点，当然还有好莱坞电影最爱拍提到的神秘的51区。不过这一些地方闲人勿近的理由呢，有些是政治原因，有些是宗教原因、军事的原因，甚至是神秘主义，反正是各不相同。那我想问干哥，如果给你一张采访证，都可以去这些地方，你会去吗？我一定要去，一定要51区。OK，好，这个等于是很多的外星迷都必须要朝圣的地方。对，好，但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来特别来说，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在中情局在2013年的时候，它已经稍微解密一部分了啊。你知道51区成立在1955年的时候，它位于哪里？在美国内华达州的 Las Vegas 以北的差不多130公里处。你知道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个基地吗？其实当时它叫51区的原因，它是要发展原子弹的。对，也就是内华达试验场的时候很重要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它其实原来的用处不是这样，可是它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成了一个飞机试验场呢？所以有人就说了，你们得到外星人的科技，因为前面有1947年的罗斯威尔事件，对不对？在新墨西哥州，对，所以你们才能够发展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飞机。美国人掌握了外星的这个科技，那真的是这样子吗？不然的话，为什么这个地方？我跟你讲，现在它不是说就在外面，你没有办法车子开得过去。对，你进到了它范围之后，就有真的武装的卫兵，他会就说再进来的话就是开枪，而且是由联邦赋予我格杀勿论的权利。在天上更是，你知道有民航机曾经飞到禁飞区，他跟你讲说啊，马上离开，不然的话击落你，战斗机就上来了。是这个地方其实它没有很大，155平方公里而已，不算太大，不算太大。但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让人家觉得说这是个 alien， 外星人一定在里面的原因，在这个地方是好很简单。我讲一个小故事，来，就是说在1963年的时候，你知道进到51区的所有的人，不管你从工程师、科学家、军人到帮忙加油的加油工工作人员，所有人进去以后都不能用真名，要用假名，都要用假名。然后呢，开始试验的不叫做什么什么飞机，对，什么什么计划，叫做什么什么物件，物件，而且物件全部编号。比如说他们第一次，我讲一个叫做黑猫中队，黑猫中队啊，黑猫中队就是我们用的是那个 U2 侦察机嘛，当时非常的哇，人家很多目击者都说天上那个光点很奇怪哦，它突然很慢，突然又开始飞走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军方也很喜欢他们把它当作是幽浮吗？对，为什么？你们就把它当成幽浮好了啦。为什么？因为其实这是美国，不是国防部哦，不是五角大厦啊。从头到尾，51区这个基地都是由中情局在主导的 ，CIA。连飞机都属于 CIA。你有听过飞机试验计划属于一个情报机关，而不是属于空军？而不是属于美国政府，在里面感觉很多的猫腻，很多猫腻很奇怪，所以人家要怀疑有外星人，那不是奇怪的事情。结果你知道，大家都有看到很多这种目击事件 ，U2 之后就变成了 SR-71， 那个时候叫非常有名的叫牛车计划 ，Oscart， 牛车计划就是要取代 U2， 变成了 SR-71 三倍音速侦察机，所以有很多目击者说。怎么？我站在这边，从这边听到声音到我抬头看的时候，东西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而且我根本看不见，我听不到。然后到了晚上，有很奇怪的六个灯光，以为是六个飞行物在天上飞。其实后来有解密，那就是 SR-71 的六个航行灯。可是，在那个时代，我可以告诉你，就像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保密的，任何人，尤其在里面工作人员的。家属一定不可以知道你去干嘛，通通不可以讲，所以是非常非常保密的计划。后来大家知道很有名的叫做 F-117， 对啊，夜鹰战斗机、B-2 轰炸机，
都是在这里面发展出来。嗯、为什么？它有全世界最长的跑道，7000公尺，它是一个干的湖床。它本来这以前是一个矿坑，叫马夫湖矿坑，对，被遗弃，后来被美国改造成这个神秘的研究地方。对，嗯、那有一次呢，就有一个飞行员，他叫 Collins， 他后来自己，他今年他已经87岁，我87，高龄。Collins 他出来他就讲，他说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在飞这个飞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 SR71 这个编号，对，我只知道他叫做马夫、嗯、对，马夫，给他一个代号，他一个代号给他、嗯、然后他飞那个飞机的时候，有一次一起飞就在旁边的犹他州上空，那就不能控制了，弹跳，哇，跳出来、嗯、跳出来之后你知道他跳到地面上，然后结果有3个年轻人开着皮卡、嗯、看到他的穿着，他以为是外星人，他这个没有看过这种人、嗯、然后他说你是外星人还是人类，我是地球人，地球人。但是我跟你讲，您不要去捡那个残骸、嗯、那个残骸上面有核子弹，有问题、嗯、有核子弹，就骗他们，是，就他赶快就把他送给周瑾，对，周瑾就通报结果来的是 CIA、嗯、3个干员叫他喝下一个饮料，喝下去之后你知道结果呢，他就是不是会晕了、嗯、对，他就把所有他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都讲得清清楚楚、嗯、他讲得清清楚楚之后再把他整个人还给他老婆，是，然后当他老婆看到他只认为他是喝醉而已，喝醉、嗯、可以说你知道美国51区是保密到家，保密到这种程度，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说为什么他们跟外星人会脱离不了关系、哦、2019年他们还很多粉丝还组织了什么叫做突袭队、嗯、突袭51区，说要号召20000人、嗯、后来只有150个人去，为什么？他的热潮已经过了。好，确实就像干哥讲的，美国的51区呢，真的有很多真实发生的事件，但后来呢，被这个加油添醋改造成了好莱坞很多电影的片段。那我们谈完了美国的禁区，再来看到隔了一个太平洋彼岸的日本哦，在近几地方的这个伊势神宫呢，它是全日本最神圣的地方之一。这里是日本的神道信仰的中心，包括了皇族、首相还有政要，他们都会来参拜，并且以前是不让外国人进入的，一直到了1957年才对国际人士开放，而且只让你在外围看看就好，核心的主殿你是进不去的。来，干哥、嗯，这里面这么神秘，有什么名堂？伊势神宫哈，我敢讲、嗯，到现在为止都是全世界最神秘的皇宫。为什么呢？它开放到现在，可能坦白讲一句，还不到50-60年而已。对，也就是说，其实天下所有古代的皇宫，你有哪个地方是现在不能进去看的呢？其实伊势神宫它是一个非常有名，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它在三重县的这个伊势神宫，它哈在所有日本你听过的神宫里面，它位阶最高。最高、嗯。为什么它最高？因为它供奉的就是天照大神。对。天照大神是谁？就是神道教的领袖、嗯、也就是日本天皇的始祖。是。所以你会非常发现的说，进到这个地方来的哈，他们说你要到伊势神宫的话，你在外面你会走一个宇治桥、嗯、宇治桥的这一边是阳间，对，走过了宇治桥就到了阴间了、嗯、但是这个阴间可不是你所想象中那个阴哦，是，而是很非常神圣高贵的阴。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里面他会供奉着一个叫八直镜、嗯、那个八直镜是什么意思？三大神物之一，就是所有的天皇在即位的时候、嗯、他们要有的那个三大神物，对，那就是一片魔镜就对了、嗯、非常神圣，它神圣的地步有点像我们的传国玉玺，是，所以大家就看到说日本人只要你身为大和民族，你一生一定要来朝拜一次、嗯、就有点像穆斯林一定要到麦加一生朝圣一次、嗯、对，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它总共有125个神社、哦、很多耶，非常多神社、嗯、所以说你要现在可以进去看了，以前通通不准进去，对，而且在1957年之后才可以开放，像静桥你呀、啊、我啊、嗯、大家这种外国游客才可以去，才可以进去，可是我们还是不能进到核心真正的主殿，对不对？就算你能进去、嗯、还是在外宫外围而已，你走不到内宫、嗯、你要是侵入到内宫的话，保安人员比游客还要多，他会跟着你说：“哎、欸，静桥先生，你是来做什么？身上有没有带摄影机？有没有带照相机？”连这些都是最高的机密，可能连他们的禅师
也就是他们的法师，对，都必须具有皇室血统，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医师神功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神秘的神秘。确实哦，那如果说供奉着天照大御神的医师神功是日本神道与信仰的具现化体现了，那么日本隔壁这个危险的邻居北韩呢，他们神秘的朝鲜39号房间就绝对是为政治服务的，里头的运作跟我们金氏王朝有什么关系？老师，我们讲哈，金氏王朝之前，我再稍微帮干哥补充一下，这个神殿，对，各位晓不晓得？它建在一个土丘上，土丘高度，高度还有日出东方唯我不败，那第一条曙光就是照到就会照到它，哦，有这个寓意。他有这个意义，所以他为什么叫天照大神？是，就是我第一道曙光我进来，为什么中殿不开？中殿只对皇族开放，是，其他一般人他是不让他开放的，所以他就是第一道曙光进入到这个中殿以后，这个就是日本的精气神，是，就是神道教的一个真正的元气。一是神功的神秘就在这个地方，古代人很会看风水，连这个风水宝地都知道，因为他们去测太阳光的时候，各位要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现在是有物理知识知道你第一束光从什么地方，什么角度，什么位置，从什么角度过来，他们是经过观察以后，这个地方才成为125个宗主庙，宗主庙的主庙，是，所以它非常神秘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它的选址充满了古人的智慧的。对对，那这个呢？这个就没有那么多一样，这个那也跟一世神功一样。对，只不过这个是一个政治权力的中枢。是，那一世神功是宗庙啊，是宗庙的中枢。是，那我们讲为什么39号房？对，这个房就是他劳动党哈第三大楼。第三号大楼9号室、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委员长办公室。委员长办公室，这个地方就是委员长从金日成、金正日到金正恩，是他们三代都在这个地方处理他们所谓的家务事也好，国家大事也好，都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之所以神秘呢，就是它本来是一个外汇管理机构，是。可是从1970年代以后，各位要知道，1970年代，北韩的经济比南韩还要好，是。况且它很多东西都可以输出，那它特别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跟马来西亚之间的关系，还有跟苏联的关系，那这个地方过去它管理外汇。但是他对外号称大圣总局，大圣总局，那为什么叫大圣总局？他下辖的单位，第一个他生产的铁矿，他要输出到东欧去，所以呢他要成立一个矿业公司。那第二个他又有铀矿也可以输到苏联去，然后第三个他呢对于这一些输出随着韩国的经济实力上来，就是南韩经济实力上来，他下来了以后他就感觉到不对，他感觉到不对呢，他就开始成立什么印钞局。印钞局，各位知道印钞局，这个印钞局是干嘛的？专门印美元的，非常的精巧。你看朝鲜哈，他印的100块钱的美元钞票比美国印的还要好，所以他是朝鲜专门印美钞的一个大基地。还有一个他是一个金钱分配的中枢，所谓朝鲜整个的资源经济或者计划经济的一个中枢的钱都要到这个地方来。3号9号室，3楼9号室，他大圣总局，他就是专门管。还有包含他们在澳门都有开饭店，第一个到澳门开饭店，第二个到中国大陆去开酒店，然后第三个到世界各地去卖烧烤啊等等。哇，业务很广泛，他的业务广泛，但是他只对金家服务，是，但是他不对哈任何的党政军服务，他只对金家服务，所以他下面的有那个120多个公司。是，那我怎么知道这件事？金正恩的哥哥
金正男，金正男啊，金正男呢，我见过两次。哇，我在澳门见他的、啊，澳门见他的时候，他都在澳门总督府的餐厅吃饭。嗯、啊，他都在总督府的餐厅吃饭。那边的菜有什么吸引他这么爱吃那边的菜？那边菜都是澳门最经典的烧烤，都在那里。嗯、是然后，那你每一次吃饭，那你仔细去看他哦，他身边就有四个人啊，身边四个，前后左右就是站在那边。金正日，金正日看着就不是一般的消费者、哎，他不是一般的消费者、嗯。那显然他在澳门也有公司。对，那大概是我的猜测，他就是不想把澳门的弄得出来，他就把他干掉、嗯，他的弟弟把他干掉。这个就是朝鲜39号房的故事。那我们再来看，就是跟这个北韩的领导人现在也是麻吉麻吉的俄罗斯哦，他们也有一个著名的禁区，梅日戈里耶镇哦。这个小镇生人勿近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友华哥，他是苏联最大的核武设施。核武设施这个地方，如果各位去 Google 一下 ，Google， 那你用卫星图照 Google 的话，对，我可以告诉各位，美国的卫星一天有至少8次会通过这个地方。是，通过这个地方，它有4个。第一个，它的核武设施是在这里。那第二个，它所有的核武专家也在这里。第三个，它所有核弹制造的原理也在这里。那你第四个，这个地方就是主导了整个俄罗斯的核工业，就是核子工业。除了核子工业以外，美国那个时候一直怀疑哈，日戈里耶镇是不是也在搞生化武器。所以友华哥意思是，普丁现在三天两头俄乌战争，每次都拿核武要出来说，哎，基地重镇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因为他发展的核武，美国为什么一天这样子卫星不断的绕？我们台湾是什么？那我们台湾是 1.5， 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国家在台湾那边通过的话，是 1.5， 就是 1.5 个小时通过一次。好，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卫星是很快、嗯、那现在呢，美国就是死盯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但是核武设施，美国也认为你在这两个地方建了不同的研究中心，一个是生化，一个是核武、嗯、那当然现在普京告诉乌克兰，告诉欧洲，你敢给我在那边部署中程核武的话，我也要轰炸你。就从这个地方就在这边开始了、哎、出来的了解。好，所以呢，俄罗斯啊，这个地方绝对是普丁他的一个底气之一。好，那观众朋友先休息一下，稍回来呢，我们再来聊科技产品电子纸的应用、啊、现在在全球减碳趋势下呢，它的前景如何？